哎，哎，艾芬哥，哎，好得意咩事咧？嗰啲宠物节目噶嘛？佢叫咩名啊？呢只诶 Lingo 啊 ，Lingo， 哦啊，苹果啊，日文名啊。哦，哦，哦，真系热爱，用完佢啦咁就。冇嬲啊 ，Ivan 冇嬲 ，Ivan。O K， 明嘅，明嘅。明系嘛？冇嬲，冇嬲，冇嬲，冇嬲。唔够爱咯，即系我会拖住手食饭咯。你会拖住？我都想睇示范，其实。好爱，所以我系练到左右手都识揸筷子。系，佢上次讲过，真嘅，真嘅，真。不过未睇过佢表演啫。搞笑。有冇人留意到个窗出边？听唔到。我听到啊。好诶，未有人有一个关于呢样嘢嘅 comment。咩啊？人留意到嗰个冇啊？真系个有个地铁嗰个，唔系即系 I'm sorry， 唔系即系嗰个。即系嗰个画面系嘛？垫高啲先，那个画面系嘛？系啊，可能要跳高应啲先，再睇得清楚啲系嘛？我唔系，但系又好怪嗰个角度，唔系想失图少少嘅，太失图啦，我觉得可能咁会唔会失图得滞？因为你俾一个 reference 咧，佢系真系好大条铁路咁样经过，真系系。但因为隔篱嗰只窗咧冇，咁呢只窗嗰条铁路去咗边咧？哦，场景问题，场景问题。系啊，好烦。好笑。我想问咧，我哋嗰阵时咪好大雨嘅，你心入边系谂紧啲咩啊？我喺度谂，讲粗口。有人帮我。冇咗，不过唔系答我，一定要有求婚咯。如果唔系后面嗰啲嘢拍咗，啊，你冇谂过诶，开多日拍噶？冇谂过系嘛？我嗰阵时系啦，我哋先其实我哋咪睇呢个景系，我心入边有嘅呢个景，但系我自己觉得都即系又唔系一个好特别嘅景啦，即系嗰个昂船洲大系啦，咁嗰、那个同埋有啲距離，咁我心諗啊，揾個近近地嘅啦。咁其實就係揀咗第一個就係個隧道啦。係。係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唔啱數嘅。咁我喺度諗，唉，定係真係求諗個説法咁樣喺嗰度啊？係咪先？唔係嗰隧道真係唔啱數，嗰隧道真係唔啱數。邊瞓啊？哦。我都系咯，放弃系，再花啲时间去。但系真系冇办法，真系落太大雨。我咪有停咗喺个隧道嗰度一阵嘅，之后我咪换衫嘅。系哇，劲惊吓！我一打开个货柜车嗰栋门，我见到地下有只红色嘅蜘蛛啊，系咁大只噶。之后咧，系个身系红色啦，之后。只脚咧系极幼啊，好似线极光幼啊，幼啊！哇！我一望到，之后我就同谦讲：呢个地方我哋要走，都系唔啱嘅，真系好大。可能系近嗰啲咩生态公园咧，即系嗰啲保育区咧，真系好多啲，好奇特品种。所以其实都几难忘，即系你第一首歌嘅 M V， 跟住。就拍到又打风打雨咁样，又结果好似熬咗三粒钟啊！熬咗三粒钟啊嘛，系嘛？系啊，跟导演请食饭，翻架车。最尾嗰个景系点样谂出嚟噶？即系最尾求婚嗰、那个？唔系嗰个，我
心目中有嘅，其實咁但係同埋都過拍啦，係就唔想再拍嘅本身。哦，咩係係，但係都拍得幾靚喎嗰個位，都係嘅，都真係幾靚。後面啲日好多燈啊，其實嗰時尷尬嘅，隔離嗰啲係少少少少。是在那裡曬車啊，即是他們在拍自己的車啊那些啦。跟著我們走的時候呢，去跟另一個人在那裡聊天，那個女仔叫紫月陳偉璇，我們車她回去，車她回去。是啊，是啊，聽到啊。不如我們車她回去吧。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的？不是，你在那個現場說，不知道說叫著車還是什麼嘛，跟著哎，你好啦！即系佢净系谂住听我翻去，系啊，成大箍人喎、啊，唔会有人想车个男仔翻去嘛？咁如果你系好即系有义气帮手嘅话，应该系喂我车你全部人出去咁啊？佢唔系啊嘛，好明显，佢谂住车你出去啫，但系佢。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来的，他纯粹有个女仔。知道啊，好像知道的。是吗？是我听制片说。我听是晒车一族。都有惊无险啊，总算是 MV 拍到。是吗？是。Himi 那时候说，如果我们可以挨过这场风雨的话，那首歌一定会很顺利。系咯，可能真系好好咧，咁一定好好嘅，我相信。Ivan 觉得咧 ，Ivan 觉得咧，抛个波俾 Ivan 先。见你咁想答问题。咪首歌，我都话首歌系本身唔系呢个名字。系啊，本身我哋最后即系录完晒先至决定呢一个名噶。嗯。本身系咩名字我唔记得咗，你唔讲得就算。对，唔好意思。没有，我听我啱啱拎咗。我、啊啊、本身是叫咩名字？系冇定案噶。我唔记得咗。有几个 option 咁。哦。系。但系系咯，收翻我第一只慢歌，我觉得有大家喺度系非常之开心噶，第一次做呢个感情戏啊 ，yes。都点算？我听唔到你讲嘢啊！你可唔可以？我听唔到。OK， 唔系我啊，本身即系艺男咧，系咯，系。你讲咩？我净系听到 Amy 讲嘢咯，系啊。是啊，嗱，你依家好似好少少，好少少。摆咗电话摆咗碎。我话本身喊嗰场咧，我系有啲担心嘅，即系我喺度谂啊，惊你未必演到咁样啦。咁我其实嗰阵时候我一路播紧歌噶嘛，系咯，咁睇下会唔会有帮助。咁系，结果出到嚟啊，你又都几到咯个情绪，系咯。就是、你做得太好，你做得太好啊，剪走晒我啲，所以。不是你真的是一句就是反应然后对不住然后就起身很勁易氹跟着好像我勁衰咁衰啊大男人我都在想会不会剪到 Himi 太衰了我就相信你平时都是这样氹你女朋友或者以前都是这样氹是吧不是 work 所以这样咯系啊，咁 Ivan 之后氹女朋友会唔会俾啲力啊？系咯，即系讲多两句咯，迟少都多两句咯，扮死狗咯，拉下系咧。我本身觉得唔应该，我觉得其实我唔觉得需要拉嘅，咁但系有啲人又坚持咗之后，拉啊！嗰个相处系。对等的嘛，其实系咯。但系女仔要氹噶 ，Himi 你讲，女仔系咪氹？系嘅，就系、是、我保持中立，我保持中立。
喺呢个男女平等嘅，算啦，男女本身就唔平等。唉，女仔要氹嘅，啱嘅，啱嘅。嗯 ，agree。嗯，咁咯，即系结果就剪咗。而家呢个系有要拉起，要请佢起身咁样咯。本身有个我，本身有个我仲要踎低扯佢起身添啊！太多啊！对话唔使啦，真系多啊！我本身系谂住佢一定要跪低。吓、啊，唔咁夸张，跪又真系太夸张啦。唔系踎，有冇起码即系？吓，阿肥你斗啊？有乜理由会踎低啊？平起平。咪好似咪就系最近咩台湾嗰单新闻咩离婚嗰单咯，即系你觉得好似嗰个女人就咁抌咗佢诶咩，将佢嗰个哥斯拉啊送咗俾人啫嘛，但即系而家搞到话要离婚啊嘛，即系我觉得嗰个关系系咯互相尊重咯，即系唔需要特别有一方要啊要好让对方咁咯。好好，你有呢个谂法好好啊！多谢多谢 ，Ivan 呢、這个呢、這个法好好。大失败。你有呢个谂法真系好好。我希望你可以宣扬呢个谂法出嚟，大家都 agree 你、這個。咁全香港嘅全世界嘅男人都好感激你。希望喺 MV 嗰度可以、即系慢慢渗到呢啲。你要讲出嚟啦，一未必 feel 到啊！要讲出嚟啊！唉，最后都唔成功噶啦。好啦，去做嘢啦。咩话？听唔到。你系咪要做嘢啦？我惊阻住你啊！你同边个讲？同你讲啊嘛，同我啊嘛，我都系，我系啊。你哋继续听。我都哦。你做咩啊？你要你咪剪第二个？你想渗啲 message version 出嚟？未准备诶，嚟紧都有另一只 MV 咁样，两只、都系宣扬大男人主义系嘛？我唔觉得哦，唔系大男人，唔系大男人，唔系大男人。好啦，咁你加啦。Bye bye。希望大家可以再 share 个 YouTube 嗰个link 啦，即系我哋个 MV 真系拍得有啲辛苦嘅，系啊，大家有睇多几次啊，大家系啊，嗯，我哋下次再同导演倾下，诶，佢已经走咗，佢已经走咗，佢已经嬲得滞走咗啦，唉，话咩佢，话咗你啦，嬲啊佢，嬲啊，唉。咦，你睇紧啲咩啊？我睇紧啲人，但系我净系见到好多人加入咯，但系哦，大家发导演讲嘅，系我哋应该 skip 晒，因为 skip 晒人哋讲嘅嘢。你未入嚟之前咧，系 keep 住都有人问我嘢嘅，但系你我知道，咁我出翻去啦。唔系，大家 focus 咗听我哋讲嘅嘢。OK。系啊，我出翻去，你问翻我，你帮我转达啲答案出嚟咯。你见唔见到啊？下边 ，You are so cute。睇唔到，啲科技白痴。导演好搞笑。导演系几搞笑？我都觉得，我觉得你都几搞笑。You guys are so cute。唔准你走 ，Will 有我。你有冇睇电视啊？而家冇。你而家开电视啊？哦，就会见到陈慧璇噶啦。你系 MV 啊？唔系啊，运动勇者塔啊。哦，今日系打网球啊。哦，系哦，咁咧，我哋依家系咪一齐睇你嘅运动勇者塔咯？开住个 live。我之后。我之后再约你拍煮嘢食好唔好？可以，我嚟紧都要拍，就系、是、我本身今日就系要准备后日嘅。你今日整好煮嘢食嗰坛？要准备咯，因为我琴日先拍完一套电影，即系杀科，系所以好攰。
系啊，所以好攰咯。我 feel 咁都到俾你啊！feel 到，咁都俾你 feel 到，冇办法。人哋我见到你嗯，眼，知道你攰到唔想讲。戴咗副眼镜啫，唔系啊，你个眼皮系对到咁咯，又唔夸张。有啲夸张。OK。Timmy 煮嘢食系非常之犀利。你都唔知，你有食过咩？我见到你个咩醉鸡个卷，我已经觉得哇，真系坚嘢嚟噶，专业噶。唔专业噶，黐线，唔好讲白，比高冇大。吓你，但系你唔系拍住嘢食嘢咩？我唔系，我都系即系上网学嘅啫。真，系，我都系上网学嘅啫。我都系上网学 Himi 嘅咋。我想试你嗰个醉鸡卷啊，因为可以啊，试啊，其实好易煮嘅，真系好易。啊，易啊，煮啊！我哋而家一齐睇呢个运动表车姐，头好吗？好啦，我哋下次再倾偈啦，好啦，谢谢你啊，拜拜，记得去听好啦，歌啦，一个傻瓜一个。